张子晴在演艺圈中拥有好人缘。28号，她晒出和一群好友一起去吃日本料理的照片。她先是晒出一张和欧阳妮妮的合照，文中写着“小吃货”，一直说吃不下，却都吃光光。之后又在限动晒出一系列美食照。接着还可以看到，以前同样是黑社会美眉的昆凌，也挺着孕肚在饭局中现身。昆凌自己也有晒出照片，只见她穿着紧身衣，因为怀孕的关系，上围激增，下半身的肚肚也明显隆出，看起来应该已经进入孕期的后段。但昆凌整个人看起来还是散发出少女感。而在丫头po出的另一张照片中，竟然还看到邱泽和徐伟宁也在其中。请问夫妻在婚后同框现身，身上一样穿着黑色系的衣服，两人还同步嘴巴围嘟，比出了夜的手势，看起来相当开心。旁边坐的则是丫头的老公，丫头也不忘放闪，说老公好像一颗蛋，可爱。照片一出，明明是吃饭的画面，看起来却是满满的恩爱哦。